YouTube 界有个老爷同红姐话，以为自己系网红，翻大陆周围拍片，扮晒有钱人，其实死穷鬼，参加埋晒啲一蚊烂鬼团，同人抢食、买 cheap 嘢，仲有四百几蚊买一送一嗰啲咁嘅 cheap 团，梗系喺大陆关口集合啦。你估系好似香港搭直通巴士过关嗰啲咩？仲要过嗰条旧到阿妈都唔认得嘅虎门大桥，而唔系过港珠澳大桥。其实啊，你两老啊咁中意翻大陆啊，就好心你喺大陆买楼啊，十里银滩都唔错啊。不过大陆楼悭到一百几万一层噶，唔知啊红姐你有冇钱啊？嘿，我估佢两条友啊。领尽政府福利啊，住公屋，攞综援，食嘢去美心快餐，仲拍埋片，以为好高档，其实啊 cheap 到痹。仲有个老爷啊，睇佢啲衣着打扮啊，表达能力啊，就知佢唔系啲咩专业人士啊，或者咩管理阶层啦，仲喺度扮晒嘢。呢个咁嘅红姐啊！化过咁啊，妆成个死人噶嘛？难为仲有人话佢系靓太啊，我都唔知佢靓喺边忽。讲嘢又粗鲁，冇礼貌，根本就系一个死八婆。俾我就唔睇佢啦。如果你系中意呢条影片嘅，俾个 like 啊，分享出去啊。订阅啦。